安全，叶欣，没事吧？来，快起来！ 钱老板，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们走了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松叶，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？ 是养鲨鱼的，你们这些老板的事情，我哪儿懂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有的别人没有，你懂的别人不懂，这就是价值。如果我 这个东西做成生物武器，是不是更有价值？绝对不行！我们当时研究它，是为了救更多的人，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杀人武器。其制药也是为了赚钱，搞生物武器也是为了。 我当然选择更有价值的。好，那就让他成为世界上。 快走！
这世界很酷。